出事了！那个妖猴他逃出来了！啊！他现在正在打到玄天桥，眼瞅着要打到咱凌霄宝殿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个！护天神将，天蓬，听令，在。 元帅一己之力抵抗，后果不堪设想呢。是啊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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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元帅厉害。天蓬元帅，追月仙子。往日只听说天蓬元帅神勇非凡，乃诸神将之首，今日才知传言不虚。 仙子过奖了，如果不是佛祖阻挠，我定要个妖猴好看。我们何不将那妖猴派到下界去？陛下，如今的妖猴已经被镇压在五指山之下，若是之后脱困而出，恐怕。 将是天庭的劫难，怕他何妨？今日我能打败他，日后照样可以。
陛下，天蓬元帅神威盖世，何不趁现在将那妖猴除去，以绝后患？嗯，天蓬，朕命你即刻启程，斩除妖猴。臣愿立下仙班令，必斩妖猴于市。好，听说你的法器上报庆京爬顶了，朕把这把法器赏赐于你，去吧。 定不辱命，仙子，这是何意啊？就怕你忘了我。我在广寒宫备了酒，等元帅凯旋。那仙子，现在就可以把酒温上，我一时三刻便会回来。 消息，那条吃人的黄龙每天都未经过账，所以我花了高价布下这上古捉妖阵。这次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给跑了啊！娘娘，金子，金子，金子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金子，金子。 说啥？小点声！有妖气！布阵！ 他干嘛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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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傅毅，放手！你不能去！借我捡锤子吧！小神见过天蓬元帅，不知元帅有何吩咐？天蓬元帅，神仙？等，他的意思是活的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活神仙呢。我问你，这里是何处？这里是无极沙漠。徒弟，你知不知道五指山怎么走？回禀元帅，小神不知。下去吧。小神告退。哎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没了。你知道五指山怎么走？五指山嘛，是不是五根指头的山？是的。我的天，还真是！我原来去过。就在，让我想想，东边，就在那边。要不要我带你去啊？不用了。哥，您的麦糖原浆啊！你倒上，倒上。好好啊！哎，宝儿，咱们明明没有去过五指山，你为啥要骗他呀？哎，他可是上神，咱惹不起的。是，但是你想想，他那么厉害，我们要是把他骗到手，跟我们一块儿追呀，那赚钱是不是事半功倍啊？可是没上钩啊。对呀，说到这事儿我就特别生气，我话都没说完呢，嗖一下就不见了。吃不下了。哎，吃点吃点。不吃了。哎呀。宝儿。怎么了？我好像知道他在哪儿了。真的，他在哪儿？因为我就在你身后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路向东，根本就没有五指山，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敢骗你，我真的去过五指山，不过不在正东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走？你得先往东走七里，然后往北走三里，再往南走一里，然后再往东走三里，然后呢西三里，北六里，南二里，然后就该绕山了。还想骗我是吧？难道这不是在绕圈吗？对呀，我也纳闷呢，这是个圈啊。你看你是神仙，你肯定比我们这些凡人见多识广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五指山乃如来所至境地，让仙家无法寻，凡人或许有可能寻到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呢刚好也要去五指山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路同行呢？我是不会与你们这些凡人同行的。哎，咱小心啊，这就是一脚兽的老巢了。切，我没有帮手。喂，走了那么久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？那就是三指山了，离五指山不远了，走吧。有妖气。
又蠢又懒，我最讨厌这种东西。小猪多可爱！走了这么久，五指山到底在哪儿啊？过了这个镇应该就是了。那个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问个路。我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不是知道在哪儿吗？可能一时半会儿忘了吧。宝儿姐是不是上抢金集市了？别瞎说。鬼婆婆。去鬼市。好东西啊。来走。是南桥看看。龙翼教授，这可是一等一的宝贝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这捉妖嘛，靠的就是本事。且不说这些妖怪，就算是饕餮，我也一样能把它拿下。哇！宝儿姐，捉妖牌。拿。
财宝都在这里了，这下你可发大财了。谢谢啦。去吧去吧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是吧？为的就是让我帮你捉妖赚钱。不是，我们就是顺道捉捉妖，而且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我让你现在就把去五指山的路线图画出来，现在。我。帮帮那个老婆去，我就带你去五指山。大金牙，怎么回事？你又搞什么花样？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传说，天上的每一颗星辰，都守护着一个善良的人。当这个善良的人死去的时候，这颗星辰也会陨落。那是在为这个善良的人而流泪。上神怎么会流泪？那是你们凡人懦弱的表现。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贪财的人吧？小的时候，我爹娘外出务农，回家路上双双被蛇妖害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一个孤儿。幸好全村的人轮流照顾我，把我养大。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所以我长大立志要成为一名捉妖师，不让更多的妖魔为非作乱。我的老家在高家庄，那儿很穷很穷。所以我就想挣好多好多的钱来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刚刚看到那个老婆，我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爹娘。如果我们不帮他的话，他就真的失去自己的亲人了。没事吧？快救彩儿！客官想吃点什么呀？一中阴血，二两脑花，三分肋骨，四斤筋肉。客官说笑了，小店哪有这些啊？还想骗我什么？我看你店里除了这些，也没别的了吧？
宝儿。宝儿，彩儿，你吓死我了！彩儿，你没事吧？是你有事好不好？你都昏迷三天了。三天？对啊。大夫来过了，说你中了剧毒，要好多好多稀有的草药，我听都没有听过呢。药铺都没有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天蓬人可好了。他每天上山给你找药，喏，都是他找的，可是把你给治好了。伯伯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快去给恩人磕头。别，救你的是一位可爱的姐姐，你应该谢谢她，知道吗？晚上月亮真圆啊。那个，你伤未痊愈，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可是打不死的阿宝。打不死的只有上神。哎，你不也是上神吗？你知道追月仙子吗？她美吗？那跟我比起来呢？好啦，我一个凡人怎么可能跟仙子比嘛？不过我教给你一个凡人的道理，要想跟女孩子好好相处呢，你得学会骗人。就比如说，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谁最美啊？你就应该说宝儿最美，宝儿天底下最美啦。上神从不说谎。死脑筋，一点也不通情达理。好了，不勉强你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呢，就是一普通的凡人。还敢挡在我的前面，下次千万别这么做了。哎，你又出赏金妖怪了。哎，你说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那个意思就是啊，那个九尾狐比咱们打的赤炼金刚赏金更高。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问你的是，天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天蓬？啊，没有啊。对。啊。那个，你别挡在我前面那个。对呀。意思就是说他很心疼你。你说他心疼我呀？来看看，小姑娘，这个很贵吧？是的，买不买啊？
西市南桥啊。嗯，啊，哎，干嘛呢？别惹麻烦。你说他心疼我啊？你该不会喜欢他吧？哦，小点声，你看你啊。哎，别说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帮你搞定他。哎呦，说什么搞不搞定的，真难听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天哪！这下天蓬不被你迷死了。哎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来了。一二三转，噔噔噔噔。怎么样怎么样，好看好看吗？评价一下。评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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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银子说挺好的，挺像妖猴的。走吧。是不好看吗？好看好看好看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明明不清新可人吗？客人。什么呀？好看。哎呀，你早说嘛。银子说啊，你像小仙女。哎，你这妆也化了，接下来就是教你怎么去勾引男人。勾引？嗯。哎，你化了，看见宝儿，回吧，散化，就是信号，我们就放烟花。你来啦！你知道吗？在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及时的大声的告诉他，要不然，爱就会消失。今天我就想大声的告诉你，当你从天而降，进入到我世界里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总是在梦里梦见你，我才发现，我喜欢上你了。小生不知何时见过小姐啊，小生。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无论何时都希望跟他在一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，只要对方需要，他总是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直到永远。宝儿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误会？我怎么可能会误会呢？你救了我，而且你关心我，你分明就是喜欢我啊！我救你呢，是为了想去五指山。又是五指？怎么总是五指山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五指山在哪，我是哄你的。你果然又在骗我。那是因为我希望跟你待的时间久一点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乃堂堂的天蓬元帅，自然有仙子相配。若是我要喜欢上你的话，我宁愿变成一头猪。放烟花！
还不高兴啊？什么天神，就是一混蛋！我不许你那么说他，宝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其实也是我有错在先，我先骗他的。我一定得帮他找到吴志山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我的天哪，你没救了。我万事屋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吧？我知道，万事屋前置500年，后置500年，所要的报酬是每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。你要有什么？我想要你脚上的红线。你看不见，那是月老在你脚上系的红线，我若将它取走，你的姻缘只会有因无果，有缘无分。小丫头，你还敢跟我交易吗？嗯，心都给了别人，姻缘线留着有什么用？拿去吧。看见了，这个是我祖传的。哎，你呀，我有些搞不懂，你呀，我一般还没懂你，我呀，搞呀，我说呀，你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喂。山石之后的，俩桃跟说什么锁啊？就你这破牌你也敢锁？哟，嗯，这不是天蓬那小子吗？猴子，你我本无仇怨。时间叛逆，我就要赢了，你们打完这把行不行啊？等一下，打完这一把不行吗？我打那么久，你们快点。难为，受死吧！
到了。你走时曾立过仙班令，必擒孙悟空，正念你护佑天庭有功，就功过相抵了吧。仙子，这么晚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哎，仙子别走，我知道是我让你失望了，但是你看，你赠予我的手帕我一直留在身边。你误会了，这是我无意中掉落的。哎，仙子，怎么可能是误会呢？这是我们俩的约定啊，你不要忘记吧。啊，你别这样，你看是你赠我的手帕。不要这样。好大的胆子。大胆天蓬，竟敢在天庭调戏追月仙子，该当何罪？请玉帝恕罪并罚，以正天规。即刻起，除去元帅一职，收回法力，打入凡间。打你一次，走！一无是处的窝囊废，呸！走，别脏了地。我听到天蓬元帅，只要沦落至此，天地背弃。哎，那个馒头。这个。刚蒸出来。喂，
我的。到嘴的馒头想要回权，不可能了。你还给我！我一乞丐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想要什么都不行。哎，馒头，新鲜出的馒头，又大又好吃。馒头，哎，馒头嘞，馒头。来两个馒头吧。哎呀，热热热热啊！你可不像个乞丐，难道是因为穷，家里婆娘跟富商好上了？我猜对了。穷啊，你得去赚钱。东边有座五指山，那里面有个特别厉害的妖精，你要是能给他抓住，你就有钱了。不过有个捉妖师在里面捉了三年都没把他收了。捉妖师？嗯，你说的是哪个捉妖师？一个丫头带着一只猪。就是他。你陪我姐妹的份上，下次我再让你两张，怎么样？你别太嚣张了，总有一天我能找到对付你的办法。天鹏，天鹏，天鹏，你回来！哎，你别走，我还得让你走。你认错人了？没认错，干嘛装不认识我？别走！你没法力了。在你面前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废物。哎哎，来了来了，在这儿啊。菜好了，快吃吧，饿了吧？谢谢你的酒菜，现在你可以走了吧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你看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不赶紧远离我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去给你买衣服，你在这等我。
来。我的小猪呢？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你如果不是真心对宝儿好，你就给我滚回天庭。我现在已经沦为凡人，废物一个，不再是那个能帮他斩妖除魔的天蓬了。你叫我如何面对他啊？宝儿天天想着怎么帮你打败孙悟空，让你重回天庭，做他心目中真正的天蓬。这些你还不明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宝儿他现在在哪？你说呢？他是不是傻呀？我跟他说过多少遍，那猴子不是你做的。小丫头，这几年我已经玩腻了，你现在走的话我就放了你，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，天蓬会为我报仇的。那个废物。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替你报仇。啊！再去找孙悟空了，我们是打不过他的啊！你不是曾与他打成平手？我知道了，问题出在兵器上面。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只有我的兵器上宝剑金耙才能控制住他。但是我的兵器早就丢失了。那你早说呀，我们把你的钉耙找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但是那一战已经是20多天的事了，你要知道，天上一天，地下可是一年。
这钉耙落入凡间也有20多年了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。元帅，元帅，土地。徒弟，我恰巧路过此地，听你二人在说悄悄话。元帅，这神器天降必有异象，20年前在西方曾出现过异象，一道金光坠落，方位离高家庄不远。高家庄，那不是我的家乡吗？欢迎前往高家庄啊。我们村长特别和蔼，村民也特别热情，我们也见到高家庄了。你可不能拒呀！我跟你说，村里的人都可好了。不一定，你可千万不能拒呀！你给我开门口，村长，把钱交了。你看到那个聚摊位的人了吗？他就是我们村长。不能拒呀！他人超级善良，特别乐于助人。不能拒呀！村长。村长，宝儿，真的吗？宝儿回来了，我也想你们。你也回来了啊？你又，哎呦，才儿，你妈都想死你了啊！哦，这是天鹏，我们的朋友。村长好。哦，天鹏好帅呀！村长，我这次回来是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20年前咱们高家庄天现异象。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？哟，午饭还在锅里呢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，这是天鹏，之前我们捉妖的时候救过我们好几次呢。嗯，这是彩儿爹，这是彩儿娘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也算是我的爹娘。那个，大叔好，大娘好。来，吃饭，大伙吃饭，大伙吃饭，啊，吃饭，来，上。爹娘，人家宝儿这次回来是有事儿的。你们一直待在高家庄，知道高家庄20年前发生的事儿吧？20年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是20年前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啊？胡说。天上怎么可能会掉东西呢？我听土地公说，20年前高家庄天现异象，所以放屁。40年，我在高家庄待了40年了啊，40年啊，从来没发生过天上有什么异象。你说那个土地公，他到底知不知道呀？高家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异象，我们现在到哪儿去找那个钉耙啊？宝儿，我说你是傻到家了你啊！你想想啊，你帮他找到了钉耙，他打败了孙悟空，他就能重列仙班到天上去了。这到时候你可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啊，你想想啊，这爱一个人呢，那都是要自私一点的。哎呀，可他现在并不开心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他并不很开心，那得到他又有什么用呢？爱一个人不就是为了让他过得好吗？好啊，你成全了他跟仙子，人家俩在一起了，那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成全了人家，自己一无所获呀。哎呀，就算一无所获，我也得帮他找到那个钉耙。我们再去村长家问问。哎，村长晚上才在家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他家等。走，哎，你没救了你！20年前，这天现异象，
从天而降，一打击把地面砸了一个大窟窿，所有的村民都跑过去围观了。这地面上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物体，只见一只妖兽人面羊身，目在腋下，正在食人。这可是天宝下凡，幻化邪灵啊！您的意思是说，这钉耙变成了这个？正所谓上古神器，一正一邪。你们要想找到钉耙，就先得找到这妖兽，然后将其在其腹中把钉耙拿到。村里人都十分避讳此事，若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向来是绝口不提的。哎呀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别挤啊，别挤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哎呀，行行，别挤，别挤！哎哎哎，护天神将，哎，护天神将，哎，你等等我呀，护天神将！哎呀，护天神将，请留步！哎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呀！今天玉帝加野四方仙班，个个都加封功绩，唯独我依旧是看守南天门，能不气吗？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你想啊，这论功绩还是本领，谁能与你比啊？你应该是元帅，一统天兵啊！啊，那为何呢？嘿嘿嘿，你看这不机会来了吧，天蓬已经被贬下凡，这个位子还是个空缺，我敢保证用不了多久非你莫属。嗯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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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那何时呢？只要天蓬的星灯一灭，就是你护天神将飞黄腾达之时啊。啊，我去找妖兽，路途长远，替我照顾好天蓬。之前他把自己的姻缘献给了万事通，才获得了五指山的地点，现在又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了村长，帮你找钉耙，他为了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你说什么？显现五指山的方位是宝儿拿姻缘献换来的？他什么都不让我跟你说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追他呀，找村长。这招行得通吗？这宝儿生性倔强，如果你不给他个说法，他肯定会一查到底啊。谁？是你们呐？宝儿呢？村长，刚才我都听到了，既然你要瞒着他，那他一定跟钉耙有关，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吧。就是因为你，这宝儿才会有危险呐。起先大家觉得他是个妖怪，就想把这个孩子给丢掉，可他分明就是一个婴儿啊。这落在高家庄，即使与此地有缘，所以我说服了大家跟我共同保守这个秘密，把他带回村子抚养长大，取名宝儿。你火眼金睛，是不是早就看出宝儿的真身了？你没发现他手上的疤，就是咱们当年大战的时候金箍棒造成的。灵气有灵，你学这个呆子。纪灵灭，神兵出。宝儿和上宝剑金耙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
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天道和因果，你自己选。不过你也不用太难过了，我们终究不过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嘿嘿，是我输了。是我输了。我赌输了。村长，是您告诉我这妖兽是在西边的山洞里，我去看什么都没有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西方的山洞有很多嘛，婉儿，不是这个，也许是另一个嘛。就是，想住哪儿，这不还得看妖兽的心情吗？对，山洞多着呢。这个谁说的准啊？我哪知道这么不巧，还真有一山洞，你也帮忙说两句。才是他爹的事。我问你啊，你看到这个山洞它是什么形状的？圆形的啊。怎么会是圆形的呢？我们当年进去看它啊，它是进入一个三角形的山洞啊。哎，就是三角形的。对，那行，我去找三角形的。哎，去吧。天鹏，是，我知道钉牌在哪儿了，等我给你找回来。别找了。我想娶你。
要娶你。我希望在场所有人都做见证。现在，我只需要你回答说好。我要去宝儿过门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乡亲们，这以后可就是咱们高家庄的女婿了。这事儿可闹大了！天机星君。为什么玉帝还不把元帅之位交给我？哎呀，仁君，你过来看看。为什么天蓬元帅的灯还没有灭？天蓬仙元未尽，所以这灯不会灭。这你可得帮我。帮你！哎呀，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。今天是王母的大寿，众仙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你这个事儿，改天再议啊。既然你们都不在，就让我彻底灭了这盏仙灯。银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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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敢伺候。不自量力。我现在已是凡人，你为何还不肯放过我？只有你真正消失在三界之中，我才能高枕无忧。上宝青钉耙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试穿婚服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了彩儿与彩儿娘的对话，联想到你和我的赌约，我突然间明白了你的意思。我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真心要娶宝儿吗？这钉耙就是你的生命，取出来你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爱。因为他是。不是。天象突变，定有天神下凡。他命不久矣了。这种感觉就是爱吧。我就知道我没了姻缘线是不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不，我们已经拜堂了，我是你夫君。夫君，今后你也找不到我了，上宝青金耙会陪在你身边。不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跟女孩子在一起要学会骗人，就比如说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谁最美啊？
地下催泪呢？将来你会遇到更好的。我不需要遇到谁。我曾经对你说过，只有猪才会喜欢上你。好，那我宁愿失去现在的容貌，送子西猪只有你。传说，天上的每一颗星辰都守护着一个善良的人。当这个善良的人死去的时候，这颗星辰也会陨落，那是在为这个善良的人而流泪。住手！阿弥陀佛，天蓬，你已回归神位，难道要触犯天条？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将坠入凡间，永世不归神位。对，对，你要是灭了我的元神，你也会万劫不复。天有天道，因果有命，凡间种种不过是一场劫难，一场幻想。
幻象，更不是劫难。打扰一下，我问个路。啊啊！妖妖怪呀，妖怪呀、啊！喂，说啥呢？祖爷爷可是我们整个高家庄的守护神，你要是冒犯了他，我们全村都跟你没完。祖爷爷，给。祖爷爷，您再给我讲您当年和采儿祖姑奶奶降妖除魔的故事呗。等我吃饱喝足睡醒了再说。哎，讲讲嘛，讲讲嘛。宝儿。嗯。哎，祖爷爷，您又记错了，那不是宝儿，那是高翠莲。嗯，是啊，是翠莲啊。师傅，嗯，我看天色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在这借宿一晚？也好。佛祖让我在此等候多年，高僧就是我要等的人，求高僧收我为徒。阿弥陀佛，既是佛祖旨意，必有因果。你在尘世多年，可曾戒了五荤三宴？不曾。那为师就赐你个法号，八戒。谢师父。我将留下自己一半的法力，可作为结界，抵挡保高家庄无虞。宝儿，这是我能送你的最后一件东西。
走吧。从此以后，我叫八戒。